小朋友们，今天来玩小猪佩奇的恐龙积木玩具。拆开袋子，这是我们的小猪乔治。我们来拼装霸王龙化石，这是霸王龙的头，嘴巴可以张开，这是霸王龙的身体，跟头拼接好，这是腿，拼上，这是手，拼好吧，还有另一只手，另一条腿也拼好，霸王龙化石拼装完成。然后来拼装恐龙馆，这是树木，放这里，这是翼龙化石，放这里，放上支架，还有恐龙蛋化石，霸王龙放在这里，摆好标志牌。接着来拼装三角龙化石，这是身体，拼上腿，第二只腿，第三只腿，第四只腿，还要拼上尾巴，再拼好头，拼上脚，第二个脚，第三个脚，三角龙拼装完成，放到恐龙馆，摆好标志牌。乔治来恐龙馆参观了，先观察爪子化石，再打开恐龙蛋化石。哦，里面有恐龙胚胎呢，放回去，再去看看别的，来看看三角龙，它有三只脚，再来看看霸王龙，哇塞，霸王龙太高大了，乔治走喽。Bye.